嗯，那就这是一天。嗯，我那个音响先生告诉我没有那么多声音，我就那么点声音。那你为啥那家伙买的？明天再瞧去了。那只看我想要的是哪些那些标准。我就是两千多，我跟你说，这几百块钱。那才几百块钱是啥呀？我，你给我好好记着，别给我整糊涂了就行了。就才四百多块钱。